前肩后肩，它可以做急流标杆啊，对，它可以很快，可以转弯啊，可以泛舟啊。然后它旁边那个黄色那个叫花舟，花式，花式的意思，花式独木舟。它可以，国外的 YouTube 的影片啊，它会从瀑布下面冲向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然后他们都有那个肚子都有那个侧裙的围裙的肚兜，它是防水套。对，它水进不去。它下去的时候还要懂得翻上来。哎，大伯。不错呢，这样你是一个稳定的那个船长。然后大叔就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划是对的。”我没有划是对的。老板娘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轻松。哎呀，我会跟着掉。不过我会乖乖坐好。老板娘，你要表演掉水？我不要哦。要，哎呀，那也可以设个旗一样。好好好好好。大叔，你只要给我一个眼神，你马上让他下去啊！你的那个。不，相机不会整个沉下去就对。不会，它更防水壳哎。对。哦，我们也站起来了。核心技巧。哎，告诉你不要制造危机。好，我不要动，我不要动。我可以哦。看不到你们，你应该给我一台啊。不。那时候不知道我要给那个。可以了，不用啦，你我就一台而已，我另外一个没有防水的。哇，有鸟呢。日出的特色就是它不会有风。然后也那边的船，码头的船也还没开出来，他们是8:30才开。然后会比较平静。然后这边日月潭是全台湾最大的高山湖泊，最高的。对，那平均深度是25到28公尺。那现在因为是比较满水位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水的高度比较高。我没有看到那个是慈恩楼啊。对，慈恩塔。慈恩塔，对啊，慈恩塔。慈恩塔是蒋介石先生纪念他妈妈的。这个。对，慈恩塔921有坏掉，然后有修复。我好像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在做平衡。对啊，你怎么感觉都没有在做平衡？因为我们瘦。我们俩，我是我们的优势。对，我就乖乖坐好就好啦。然后听阿鹏解释一下那个日月潭的。是。解释周边的环境。大伯会累吗？而且我还可以使出我的看家本领，是怎样？人道救援，人道救援，是脚绳勾着你们的板子，全部只有我一个人滑。哎呦，早太那个了，那个早一点讲嘛，我们就坐着了。哎，真的要勾了吗？待会回程我再勾。先不用哦，他说不用，一定要那个让各位体验一下这个 SUP 的。他今天他刚刚讲说，哥体力很好，不要小看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根据科学研究报告 ，SUP 在最大功率的时候呢，一个小时可以燃烧700卡。700卡，很高，对，而且它时时刻刻都在考验各位的核心肌群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就一直在平衡。我现在知道我的肚子为什么很酸。对，是的，嘿，这就对了。你坐那也会啊、哦？我坐着在平衡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呼吸在作用。我不平衡的话，我们两个就马上。那我突然觉得我们瘦好吃。其实你就坐着就好了。对，我的映入眼帘左前方有一个潭中央有花椰菜的那个。哎呦，哎，撞击了。没关系啊。旁边也有警察。花椰菜可以叫水警来开单。真的假的？有一个那个分管处的一个稽查人员。哦。他开的是那个电动动力的那个一艘。他会来开单哦。他会来。了解关心一下我们今天的游客有没有申请合格的下水执照哦，了解有没有违规啊，有没有穿救生衣啊，嗯，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都要吧，这边是国家风景处嘛，对，基本的素质一定都要有，嗯，那前面那个呢，那个岛啊，花椰菜种的那个岛就是我们这边最著名的地标，叫拉鲁岛那个岛，对，那个岛，哦，有看到了。请问各位都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当真真的啊，第一次在潭面上吗？对啊，也是第一次体验 SUP。哎，潭上我是第二次啦，是，我是第一次是来这边游泳的。哦，横渡日月潭。对啊，来这边下水饺。是，我只泳渡过一次，是最后一次。上一次啊，因为那一次我下去，我的膝盖被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阿婶踢了20多下。太痛了。哎，我没有被踢的，我是第一批下水的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这种玩法比较好玩哦。这个很疗愈，很疗愈哈。我一开始会接触这个运动是在4年前，那时候因为我膝盖开刀刚开完，就韧带断掉了，我想说要剩手部运动而已。不是，这是可以做复健，可以复健你大腿的股四头肌，核心肌群可以训练回来，然后顺便
顺便治疗我因为开刀完之后不能运动的忧郁症。不能运动的忧郁症。有你一个对 有一部电影，有一个今年明年就是说一只野兽被关久之后，它的眼神将会失去了那个活力，就会很可怕。对，真的是。真的，而且像我们这种野孩子，野壮。对啊，像那个老鹰，根本六日根本没有在家里睡的。没有，礼拜五下午就说总可以不出门了。对啊。要下班，明明五点下班，就12点。12点就下班了。嗯，老鹰大哥，你真的是专家之类的，不用讲，真的是不着痕迹。我想要讲的东西，你都已经做了，全部都做了。桨在划的时候啊，最好的划桨的方式，入水轻轻无声，划的时候顺畅，出水不带痕迹。天生的哈，他没有玩过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哦，对，你不是有坐在那边的话，那对了，那就是湖景第一排。果然是老司机。我们是在后面，这丛林这边。其实本来我今天来想要跟各位介绍说，其实以后你们要车速就是睡这边。对。当然，湖景第一排，我们在那个你看不到了。对，刚好树长。老师，我可以感觉到你的核心一直在作用。对啊，哇，我只会瘦了。可以可以。那还蛮常可以来的啦。哎，你就坐着就好了。我就坐着就好了。你在动，我也在动。啊。一对晃了。然后今天这两片没有工商，没有广告。今天这两片板子是新的。新的啊。也是第一次下水。看得出来哦，那这个牌子是新的哦。这个牌子是知名大厂，就是 SUV 界的三大龙头之一。嘿、Nice。OK， 这个角度很好呢，这是那个等于是你们是背算是背光嘛？背光剪影。剪影啊。如果要拍婚纱，有人这样来找你拍婚纱的吗？我有跟我的客人讲，就是来体验的客人。我有承诺他们，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子，他们来的话，如果是情侣，这是我个人的承诺，别的教练我不敢保证。如果他们来的时候是情侣，那等到他们哪一天要结婚的话，来这边拍婚纱，这个我处理。你处理啊、哦？我会祝福各位。你应该说哈，那个欢迎各位单身男女哦来报名哦，搞不好你会找到你的另外一半。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？我们这个如果多人的团体的话呢，我们会玩。我们四个应该都听过这个节目。所以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以前，那个胡瓜主持叫百战百胜，有一关叫做步步惊魂。对，我们会把板子并在一起，叫客人跑板，跳到水里面。对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如果是有并团的话呢，我们会再玩一个来电五十一下。来电五十。对，这都听过。然后现在呢，的水的高度、深度，至少25了。25啊。垂直往下25，可是我没有救生衣，不用担心。招物在你们上次是睡在招物的那个厕所旁边嘛？对。对。哎，对对的。前面正前方最高那一栋啊，就是星巴克那里。然后招物呢是在花椰菜那湖岛右前方，对，那才是招物。啊，最贵的那个左前方云品酒店。哦，云品哦，对，云品，云品是最贵的啊、哦，因为我没住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谁最贵。那韩碧楼，韩碧楼啦，韩碧楼在哪里？韩碧楼也是在云品那附近。韩碧楼一个晚上10000多块啊。对啊，要是我会选择的话，我会选择跟大叔睡在一起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睡也是一个晚上10000多块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湖景第一排啊，无价，这不是用钱来衡量的。哎，超级湖景，超级湖景哦。这边先善意的询问一下各位，今天有人不想下水吗？没有嘞，没有是不是？你的意思就是都想下水？对啊，等一下，对啊。高美良，你怎么回答有点失计划之中吗？我打算要下水的事情。都会游泳嘛？哈。我看后面。哦，你因为看后面的关系啊。我看我们的车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看得到一个有一点影子。哦，对，我们车停在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要慢慢的确认一下各位的那个极限在哪里。极限了。做我的最后游戏的一个筹划。天哪，那个太久对水了，我也害怕。老板娘不要害怕嘛，对不对？太可怕了，我好怕等一下跳一把丢下水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我们有老梗。
会掉下水都不是教练的问题。哦哟。妈妈住好一点不是。啊对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，我们有很多梗要破哦，就是，日月潭啊，有很多鸡，鸡，也是全台湾最大的养鸡场哦。养什么鸡呢？养相机跟手机。哦，相机跟手机。很多来体验的朋友们，他们都会很不信邪的想要带那个防水袋挂在身上那种，我一直建议说尽量不要。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，当然是您的意见为重嘛。那他们就会因为落水之后上板子就会把那个线勾断啊。对，那上来之后很成功很开心。说，对，他养鸡。对啊。GoPro 啊都会掉下去啊，现在又多了空拍机啊。空拍机啊。炸鸡炸在水里面。对啊，听说。我们再讲一下，日月潭不是这边都是禁航区吗？是，它前阵子是禁航区，特别是在3月31号的时候，它整个湖面的所有的范围都是红色的。对，你点那个 Sky Sanctuary， 全部都是红色。那因为我们这边当地有一人士，他就讲说，他有建议那个我们飞空拍机一些制定法规的一些单位。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如果没有飞空拍机，对，那你因为军事训练的关系，因为军事训练也是偶尔啦，没有常常。对。那你因为这个关系，然后限制空拍机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地方要推广给全世界的人知道，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阻力。对，这么远的地方不飞空拍机太可惜了。对啊。所以它现在就有新的规定，在 Sky Sanctuary 最新更新的时候呢，就是饭店的正上方、码头的正上方是不能飞的，那区域就比较小。对。然后如果在潭面上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都可以飞的，所以现在解禁就对了。部分地区解禁。对。可以说是解禁。就我们今天要坐在立桨板上面飞空拍机。对啊。你们没有试过吗？没有，你有试过？有。哇！可是空拍机现在有一个，我上次差一点发生一个小状况。就是它不是有那个避障吗？它底下有那个 sensor。对。那对不起，这边现在有点传浪哦。对。传浪。老鹰哥。哦。他会修光棒弄着回，回轨。回轨的。抵抗。对。那抵抗传浪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就是我们看着远方，想着你的未来。有句俗语啊，就也是不会晃动那么大啊。就是 if you look down, you go down。看下卡的老雷，看下卡的老雷哈。因为潭面啊，它在飘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往下看的话，你会水。你故意的哦。老雷在做效果。然后左前方呢，看到凸出来那个地方呢，不好意思，老板娘，我们听到了。没有。就是左前方那白白那个。平台啊，是天空步道哦，对，它就是网美网红很喜欢取的一个取景，拍照，对对对，要往后拍啊，不是往前拍啊，往后拍湖面，然后呢，那个地方再往后延伸有一个很平的那个堤坝啊，很像堤防那个啊，大家车都会开过去，那就是婚纱景点，对，那个堤防啊，那过去之后的左边就是象山游客中心，象山游客中心在这边了哈，在这个山头的正后方。就车也会开得到的，我们要过去那边才看得到。那我们今天的首要目的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先，如果你们没有来过的话，那今天是跟队。我们要进去纳鲁岛绕一圈。好，纳鲁岛就那个岛。那个外圈是那个它的一个水上平台。它是一圈。那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可以。可以下船吗？不行，登岛。那边不可以登岛。你只能在旁边周边。哦。因为那是少族的圣地。哎呀，我现在终于是知道他讲荀立宁的意思了。荀立宁啊，卡瓦。哎呀，哦，盘坐啊，你有吗？我会一直盘坐。哦，那你不会拔吗？不会哦。我等一下可以站起来，大叔。你站给我看。我们站给他看。你站给他。他说叫你等一下，做好下水准备。我待会再教各位怎么站起来，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有心理准备。你跟着动作做，我会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掉，我才会先准备。感觉人家在家好啊，我要站起来了。我发现他这个救生衣也是很铺露的呢。这是那个风筝冲浪的防撞衣哦，还有一定的浮力啊，它比较合身。这很酷哎。全日月潭穿的救生衣最合身的救生衣就是这一件，然后这种款式比较合身。对啊，然后等一下人家就问我说：“大叔，救生衣要去哪里买？”好，这我们底
下会留那个。那我就说，请下阿鹏。很请下阿鹏团购。哎，哎、欸欸，真的啊，这个救生衣跟老板娘的穿起来差好多、哦，你看。嗯。可是要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穿老板娘那种。全身的装备都是 PRO 级的、哦，不错。哎、欸。底下是玄光码头。嗯。那、啊、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，一定要来。哎、啊。对，哎、欸，老天哥来，欸、老司机。哇。那一个建筑那个。上面是玄光室，底下是这边是玄光码头，是一根一根那边那是码头。哦，玄光码头在这里。对对对。然后它背面有那个。嗯。不是，就在码头里面。哦，是在码头。嘿，环岛哈，环了200多次，不是假的哦。嗯，环湖啦。我说有人。环、哦、岛是。哎。了解哦，我跟你们比起来，我算是菜鸡巴。然后从来没有环湖过。有啊。有啊，骑重机也环过啦。哦，那是重机啊，我知道你那台是什么，你那台是，我的是 X Max， 他的是勾，他的是勾勾引，哎，勾引是 T Max。哦，你有 T Max， 750，530，530，530，530，啊，要卖掉了，有感情要卖掉，没时间骑哦。对，因为假日都在这边呢。嗯，对，对了，还没日出哎啦。然后日这边的，你说今天日出会几点？已经出来了啊。对，其实日出是已经出来，只是因为云跟台面上还有山的地形关系，对，会比较晚。其实现在已经日出了。它有上来了吗？上来了啊。已经上来被那个云层上面挡住了。对，应该是被云层挡住了。哎，这个在我们这边滑的人会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了。那如果是看的人说，哇，怎么没有看到？因为出来我们就会开始热了。非常推荐在春夏秋这三季的日出团，嗯，因为只要上午跟下午这边又有风啊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不能过来，因为它的码头的船就开出来，对，那就会有浪，哎，这时候就更开心了，更开心了哦。那乘看来乘风破浪是骗人的，有浪会完蛋。对，这边哦，乘风有啊，在那个。那个台北的北区的象鼻眼啊，好有啊，粉鸟林象鼻眼，我最对大叔您的上个影片我有看象鼻眼的，你做那什么东西？哎，浮具，不是嘛？那种 propeller 那种马达、啊，那个叫对啊，那个是浮具的一种，是只要你法规的范围15匹以下都可以称为浮具，那个不称为船，在我们台湾的法规那叫称为浮具。那个只有15匹吗？对，15匹，那个是D同学自己做的， okay. 自己做的船。DIY 做的，哎，是，我们台湾就是不缺这种自制达人，嗯，高手在人间。这要牵扯到我们六年级这一群的，我们以前礼拜六晚上8点有一个影片、嗯，我都有在看，叫做马盖先。哦，到时候我可以请教你那个类似就是一个乡野传说吗？嘿，听说你的装备露营装备的第一次的首露。都会遇到下雨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对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个莫非定那也太惨了。哎，我们遇到下雨好几次的。只要朋友买新装备。哎，就下雨。老天们庆祝看一下。对。嗯。老天哥，你的讲会不会太短？还好呢，还好哈，还好。而且感觉他很轻轻松松哎。对啊。他做什么都很轻松啊。哎呀、啊。什么那个？我们昨天约他的时候说，不是我约的，你们去就好了。因为阿鹏很喜欢看电影，那我都会把电影的台词记起来。哎，滑 SUP 呢，它的滑桨有个口诀、嗯，英文啊，叫做 slow is smooth， smooth is fast，、嗯、慢慢就是顺顺，哎，顺顺就是快快。所以其实不用大力滑，顺顺就是快快。然后这个啊，我们日出团其实还蛮流行的，所以有从那个快乐铁马那边。就是星巴克那边下水啊，快乐铁马这边、嗯，或者是等一下前面的右转那边是那个伊达少、嗯，那边也有下水点，然后我们都会滑到潭面中央，日出团都滑到这个中间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这边我们会相聚，所以就是客人拍照、欸、啊，然后教练聊天、欸，对，我们会聚会。啊、后面是月牙湾，对，欸、这边等一下船开始走就不适合滑这个了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专业的教练都要带手表在身上，所以什么时间，这个八点。对，八点左右就要往我们的回程，对，回程，就是这个岛啦。纳鲁岛，纳鲁岛这边有一个我自创的一个传说，待会儿讲一下。哎，今天的传说是纳鲁湾那个纳鲁岛吗？拉拉，
拉拉拉奴港，拉奴。那时候上字幕的时候就对啊，就阿婆这个拉奴湾，不然老板娘不知道怎么上字幕。这个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，这个岛不叫纳鲁岛，叫光华岛。光华，听过吧？大家都装作很年轻，都不知道。我真的没听过，真的叫光华岛。那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地方还给原住民，原住民的那个少族的一个圣地，所以就是把它地还给他们，名称也给他们，让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名称，这样表示对他们的尊重。对，好，那个现在老鹰哥，来，我们的控场要细腻，对，要慢慢的修正，要跟着我。到圆圈，不是到外面，我们当然要进去内圈。内圈，我们要进去。对对对，这个来过没有进去这里绕一圈就。哦，里面可以进，到外面。有一只鹿，第二有一只鹿要拍哦。鹿在哪里？鹿，待会你就知道。哦。